我们再玩，我们把六道玩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吧。没有吗？再多玩一点，哥哥看不够啦。什么？要多用手指配合。嗯，三个手指要配合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？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把桌子打爆吗？哎，姐姐，你的脚力不行哎。怎么说？我脚力不行吗？我真的不行吗？桌子现在才凹一半而已啊。嗯，我觉得我不错啊。我觉得不行哎。你完全没有那种李小龙的感觉啊。我觉得我已经在发气了，你们感受到我的挥拍气功还有我的神力吗？没有，我只觉得你在拉筋而已。你在拉筋吧。好了。而且你的车只是变敞篷车而已啊。那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学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学什么了 ？Piano， 没有啊 ，Pia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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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知道吗？你西班牙文应该是 Piano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就是钢琴。OK，OK， 来，我玩，我看看我怎么玩。你还好吗？这游戏不是？我跟你讲 ，OK，OK， 好，我弹钢琴的，拜托啊！我看荧幕，我看荧幕，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什么哈 ？How you can？ OK 吧？哎，你没有看到上面那个数字在猛？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弹钢琴，你没有听到声音吗？抖抖嗦嗦啦啦嗦，发发咪咪微微哆。拜托，我以前就是靠这个过的。我是觉得，你说，好好说。其实我刚刚其实是故意按很慢，然后假装很在抖，然后还在让你发挥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看看你是怎么玩的。哎，拜托，我雅马哈以前私人班上完上全体班，全体班上完上个人，是不是？哇！你这样是不是想要把我上面这四个字给打掉？对，艺术指导放我这，移过来，掰到这，然后给点掌声好吗？前面观众没有收那个，你的掌声来了，掌声响起来，非常好，就是、这样看来很好，很适合这款游戏。你要不要有跟推的？拜托，我可以推你一款吗？你再玩一个啊！这个脸有点，你就不要看，叫做美工辞职了啊！直接上什么左右来？等一下我还没看效果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等一下我不会玩啊，我不会玩。哦，这环节啊，跳下去吗？你觉得呢？你是故意的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看，我不知道这款游戏在讲什么。我跟你讲，非常简单，不用看字幕，我跟你讲就好吧。字幕打掉啊，就是平衡，就一个，就几个字而已。好，你讲，跟你讲，就是平衡。好，来走，好。对，很好。哎呀，平衡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是不是可以做的？可以几秒啊？可以几秒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是觉得秒的话会怎样？会是不是感觉会干扰你啊？它停在你的棒棒上，然后它停在你的棒棒上会影响我的平衡就对了。哇 ，so this guy， 你要不要自己玩玩看？我怕我玩太好哎。好，我看。艺术指导已经放在我这，艺术指导，技术指导。不是，没有，我这时候是为了故意的。OK， 我来。我是为了要制造效果。而且我们一开始玩绝对不知道那个意思嘛。那个脸好像你哦。怎么？哎，你故意的。脸，哎，有一只鸟要飞过来，那个小鸡要飞过来了，小鸡要了。不是。哎哎，你怎么没有掉下去？等一下，又一只小鸡飞过来，又一只小鸡飞过来。我刚刚说了靠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啊！哎，你是不是上传这个？没有，我是要看那个音效。哦，你看那个脸，越来越像你。啊！你还好吗？你精神？那是鸟啊，奇怪，这是什么？那个鸟不能站在你的棒子上吗？它是候鸟吗？候鸟迁移吗？不是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个脸太吸引那个鸟了。他说：“妈妈，我来了。”所以你是觉得这个脸很像我就对了。对，那个，你看那个银的脸就是跟你一样，一点。哎，你很精神。他平常就是这样，有点职场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 AA， 这个没有 A， 我真的是。我们下一关啊！哎，你看，才忍拒绝。你看我刚刚说什么？前面怎样？我没有反应。就对嘛？什么？掌声真的很无奈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很无奈啊！为什么不能解锁？是不是玩的不好？因为前面也这个要 S 吗？也要 A 吗？不会都要 A 吧？都要 A 吗？都要 S， 都要 S， 要三个 S， 要三个 S， 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来加油，投篮吧！等一下，投篮是超难哎！你可以，你是一分钟
什么十分钟是啊，我就不太会玩这种手关于手动的。你知道我你几岁我几岁？你知道我们人越老之后，我们的反应速度是会直线下降。我现在已经岁数已经到达我手速开始变慢的时候了，我已经不适合这种有手速的游戏，我适合的是那种技术型，然后还需要那种，就是你可以回我一下吗？你可以回我一下吗？我觉得我们先放弃这个，我们先玩我们擅长的好不好？我们先玩我们擅长的。姐姐，你可以不要维持的那么好吗？一直都在 C 耶，你打蚊子，打蚊子。那蚊子是要怎样打？就打蚊子啊！你那么会，这关我不会。不是、啊，你就等他进去的时候再打，不是吗？进去，他挺大。哎呦，厉害！对啊，可是他是怎么算分数的？就是打几只喽？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不是。那是什么？算好那个时间吗？对，我就要算一下。这种是比较慢，分数就比较低。对，要快，要够快，要快。等。哎，我的这个 perfect， 这是 perfect。要抓。好好。这没有。Great， 可以。Great 吧，还可以。哎，姐姐怎么越来越低哈？他刚刚说脏话。是不是？我还是蛮适合这个的。投篮。等一下，我们是要三个 S 哎，不是全部都 A。不是 A 吗？对啊。不是哈，我本来就不太会打篮球哈。我也不会，我从来不打篮球哎。而且我是高球主播，不是篮球主播。哦，真的是啊。我觉得不错啊。没进半科、啊，有啊，十二科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小丑的脸好讨厌哦。哇，等一下，不是这个问题，重点是我觉得你们应该给我一点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，快，26了，你有机会，30了。哎，轻轻松松嘛，你刚刚讲什么？你刚刚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。我要有三个 S， 我们现在也都只 A 而已啊。对啊。那哪一科比较简单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 S OK。来，真的吗？为大家弹一首《爱丽丝》。爱丽丝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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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的狙击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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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倒垃圾，倒垃圾，我也要倒垃圾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等一下。OK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用力啊！你的腿有没有力？你是不是不行了？你是不是不行？你在叫，好累哦，你是不是不知道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？你不是说你是钢琴手吗？我是钢琴，我现在有点累啊。等一下，要弹贝多芬呢。哎，贝多芬，你刚刚不是在弹爱丽丝？哦，对哈，我刚刚弹爱丽丝，爱丽丝是谁弹的？是爱丽丝。换你，贝多芬。你这样。好，按哪一个？按这边，我帮你。你知道他这个会一直挡到我吗？好，对不起。你来，我帮你跳进去，来，直接来。哎呦，这个声音不错哦，噼啪响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演奏一曲？你要演奏什么？帮你配音。好，我想要演奏一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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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不太适合这样。你看他手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不是啊，但是我觉得这特别难。然后特别难，哎，你快一点，16617了，快点。这样多少才有分啊？应该要更高，你不要看我。感觉我不像人，你不行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已经225。那你刚刚是多少啊？你说呢？我老人家，我就说我是老人家，我手速不够快。怎么办？把我们鞋子脱掉用脚好了。等一下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要不要甩一甩？我帮你。啊，你看着我，跟着我做，这样，然后这样。不是啦，再一次，这样，这样，然后要唱。要唱什么？不是啊，但你真的以为我是笨蛋吗？你真的以为我这样做我就可以变成 S 吗？我觉得可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帮你来 ，Go， 预备。哇，刚刚咔咔的声音很熟。哇，这声音不错。不知道我不行啊。你不行，你告诉我。我没办法啊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已经老人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是老人家吗？老人家就是一个会随着年纪而实际而手速上下滑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就是英雄，就是为什么一些电竞游戏都只能年轻的人参加呢？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年轻人，他们手速够快，然后我的手速现在已经慢得跟猪一样了，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这种手残大作战啊！我觉得我应该适合别种游戏比较深。你看我的分数每次都维持在一样的阶段。你在干嘛？242是哪吒？有啦，有低啦。我跟你讲，前面已经看不下去了。
真的看不下去。我们可以不要再往这个，我们可以不要再往，我们可以不要再往这个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时间到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好啦，还不错，我都是六个 A 啦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高纪录。那以后可能就我们等下结束，先让前面那种就是觉得明明就很简单的游戏，然后一脸不屑，就是你真的很烂的，对，那两位哥哥姐姐玩一下，反正玩到三个 S， 我们才可以进下一关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哎，我感觉下一关不错玩，我是觉得应该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哎，那是腿毛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看那是腿毛吗？对，那是腿毛，哎，好想玩哦。是拔腿毛吗？我觉得我可以。你的猥琐的脸为什么出现了？等一下，这气质，气质要气质，我们没有腿毛，我们都不长毛的。对啊，我们都不长这些，我们都不长毛的。哈哈，头发长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。你喜欢这款游戏吗？我回去就下载好不好？你回去我的记录隔天就全部通关了。没有，我们只要三个 S 就好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你拔腿毛要留到下礼拜要继续拔。好，我先去偷脸。谁想看小鸡拔腿毛的？对，应该说想看小鸡拔鸡毛的同学们，记得下次准时收看哦。你结尾快点，今天都是我 Q， 你结。我要结吗？我是怕下礼拜还没有 S， 不能拔腿毛，这样就很尴尬了，你知道吗？拜托，等一下结束就把手机给他们，然后刚刚玩游戏玩了玩，我们是手残一样，自己很厉害，等一下让他们玩三个 S。好 ，OK， 来结尾。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电玩 Carry Me， 它这个小游戏真的很好玩，赶快下载哦！不是我刚刚说的结尾是，我刚刚说我们要结尾，快跟我来一个欢迎收看。好了，我来办结尾。好了，来跟我一起，跟我一起哦，来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感谢各位的观赏、收看。好，来一遍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